應該是我的一生的愛好，還是可以養家活兒的終身職業呢？陳友和黎瑞恩合演音樂劇，事緣早前友哥的太太患上重病，以為沒得救，最後奇蹟康復，友哥以自身經歷改編成音樂劇，藉以啟發他人。除了他自己親身上陣做回男主角之餘，還請來唱得的黎瑞恩飾演他太太的角色。他天仙共鬼好，鬼比觀眾看到，要他之前沒什麼合作的，大家認識了，是的，你怎麼看我的？開頭就即係麻麻地啦，因為即係好少接觸嘛。但係咧，上次睇完佢嘅演唱會咧，我就覺得哇咁感性嘅，點解佢？跟住哇好正啊！見佢之前佢又俾咗個劇本我，咁我睇完之後哇真係好感動喎。咁我就見完佢就應承咗。呢戲咧，我諗我差唔多係七成係唱嘅。我哋係揀咗廿幾隻好耳熟能詳嘅歌，基本上都係百老匯嘅風格嘅，但係用廣東話詞。咁啊，開頭都有啲嘅擔心啊，但係咧，我哋做完個 demo 出嚟咧，好安心。原來係好得意嘅嚇，咁啊變咗又好聽啦，同埋香港基本上比較少嚇。同埋小欣子，你唱歌一定冇難度啦。冇。雖然是沒有難度，但是那些歌我是不認識的，要些時間去消化一下。希望大家看完了之後呢，對未來人生的規劃能夠借鑑一下我的以前不好的那些。友哥，你的兄弟會不會來撐場？溫拿的兄弟當然有啦，個個都撐的，撐到很行。那阿倫都說一定要來看 rehearsal。 期待兩位的演出。好，多謝。